全球仅此一间的 IKEA 酒店，其实在瑞典总部南部小镇 Edward， 酒店设计充满北欧简约风格，颜色以白色为主。记者最喜欢就是这个中庭，可以在这里感受下北欧的阳光。中庭还换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香草和植物，住客还可以集会来吃。酒店有时都会在这里开 party 的。记者入住嗰阵就是 IKEA 的大众化设计日，酒店就在门口位摆放了最新产品和 Sonosan 合作的音响台墙灯，同时大堂都摆满了即将推出的产品。上房之前梗是要看一下个 pantry 啦，新翼三楼的公共空间用了白蓝啡色组合，好骨子啊，方便住客在互相认识和交流。而二楼的 pantry 就走型的路线，同样都是用 IKEA 自家产品的。酒店就有五种房型，维持北欧设计简朴和完全不奢华。房间只是得43尺，还要同隔离房 share 浴室，不过胜在够平，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同一间房，一起瞓碌架床都挺温馨啊。酒店还专门设计无障碍房间，方便轮椅人士入住，非常贴心。地下好像一格一格咁样嘅，其实是用旧台旧凳脚回收重做噶。酒店房价包埋早餐，是属于自助餐形式，不过款式不算多。在瑞典食肉丸食到人都胀埋，可以去酒店健身室做下运动。隔篱仲有德国桑拿添，连 laundry room 都非常 homey， 仲摆放咗两张 sofa 俾人一边倾偈一边等晾衫。